师傅去红海湾。大东，跟上。
啊，在我的任内真是大事不断了，啊，好吧，现在该是破釜沉舟的时候了。老常，你带队，工商税务都配合你，今天就行动。我希望你能为我们这个城市除掉一颗毒瘤，啊，郑局长，啊，谢谢郑局长。根据李明娜的交代，现在你涉嫌谋杀刘正刚，涉嫌假立案。既然你不是主犯，就没有必要为其他人承担责任。妮娜，我对她不错呀。说吧，周斌跟你什么关系？刘正刚的那批货是交给我了，后来我又交给了周斌。那次可能是他们运的第二次。第二批货一共有多少？好像有3000万吧。那第一批货呢？我当时没过手，这具体的我真的不清楚。知道在哪儿吗？说啊！哦，好像听说在六叔手上。那现在周斌在哪儿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也可以，抓不到周斌，你就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不涉及那几个大案。现在所有的证据可都指向你，到时候你就是主谋，所有人的罪都由你一个人来扛，你自己想清楚吧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心里应该明白。他们一心想干掉你，难道你还替他们扛？我只能说，我自己是知道的情况。说吧。海滨别墅5区是周斌自己的产业。工商局的，今天一会儿对你们公司进行检查，请你跟我们一会儿证件。李老师，李老师，小姐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哎，你好，李小随。换一个角度去重新考虑咱们的制度方式。谢谢啊，没事。如果对手在文理方面做得再细一点，我们可能忽视。电视台的人来了，
那可不行，这么紧张的时候不敢那么走。哎，那哪行啊，这要传出去的话老百姓会人心惶惶的。不该在这儿，我是被冤枉的。真正的罪犯现在还逍遥法外。老赖，老赖，快点回去！快进去！探长，有事吗？肖队长，我要审问我的犯人。江少威现在是犯罪嫌疑人，按照我们的规矩，还需要一整套手续，我们才能开始审讯。我提醒你，不是我们，是我。按照我们的协议，你无权审问我的犯人。协议内容我不了解，我需要请示上级。好，你请示吧。我几点钟可以审问我的犯人？最快三点吧。三点，三点钟我准时来提人。少年档案，而且还查到保路公司几宗走私记录。老婆，
刚才汇报的情况是无法使用的，老师，长。那假币呢？那就过了。而且他少。新型的验钞机检不出来，但是银行和商场也开始重新拒收。哼，拒收吧，我看能坚持多久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江少威一死，我们都可以解脱了。现在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。阿珍，你从来长不大，我倒希望他说的是真的。可是这种事情，哪一次又如人愿？龙哥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现在都在说我们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乎。你喜欢我吗？着急了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一定替你把袋子拿过来，好吗？啊！你保证？我保证。行，别哭了，啊！
加强警戒。海明，别笑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那儿的保卫比这儿严密的多。现在希望你们成功，希望你们失败的都盯着你们呢。还是加把劲去，这事谁都帮不了。但对你放心，这小子大智若愚。如果我们顺利的话，明天会有结果的。对，我相信。哎，对，阿美车，赶紧护送研究所所有的人员设备归队。是。我也要去。行。收不是谁啊？邢帅，看来他们这次是下狠手。我就奇怪，他们怎么会知道六号码头的仓库？看来我们的内奸还不止一个。宝龙。只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小点，我们的重点在深仓，你应该知道那儿的重要。警方封了我们的公司，其实也是好事，说明啊，他们没有证据也着急了。我们失去了一个芝麻，一定要保住深仓这个西瓜。嗯，这点我知道，今天晚上您就搬过去，外面的事情由我来打理。好的，就这样吧，反正。啊，他还有很多事儿呢，我们要抓紧办我们的事儿。你。江少威已经被程子坤控制住了，今天下午应该没有这个人了。二，沙坤那个新币筹多少了？大概几十万了。哦，抓紧，到了一定数量马上得想办法运出来。这个办法一定要有一个聪明可靠熟悉这儿情况的当地人想出来，你得好好想个人选啊。我倒有个合适的人选，而且培养很久，这件事我马上去办。第三，我们最重要的东西，那个记录我们生产工艺的电脑到底在哪儿啊？
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，不许人进来啊。小张、小韩，你们俩先到阳台上凉快凉快，我问他点事儿。不是要审讯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肖守卫，照你说的，你跟你的搭档两个月前发现中氏集团造假币的事儿，你们上报之后，你的搭档就被杀了。后来你又被通缉逃到这里，而当时你的上司就是程子坤，对吗？对，我是香港籍司警，在调查一次走私案的时候，我无意中发现中氏在制造假币，而且我知道他们把假币运到了思明岛市。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澄清我自己。那钱是你借给我的，我是想让你知道这个城市正面临灾难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是个杀人逃犯，我会这样做。那钱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那钱是假的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这儿所有的验钞机都验不出真假的。我就是知道，我有感觉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永远也真不了。你有感觉？那你感觉一下，这两张钱哪张是真的？制造的工艺、发行渠道、人员安排，找到电脑就可以证明我。可是钱世宏死了，现在没人知道电脑去了哪儿。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？不相信我们？我是通缉犯，负案在身，谁会相信？不过我的经历我自己最清楚。那你现在告诉我这些，是因为程子坤来了吗？是，他来了，我在劫难逃。你可以设想一下，等一会儿，我和程子坤进了审讯室，你们就无权干涉。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谁也想不到。起码我活着对你们是有用的。你可以等一下，请你相信我。我能相信你吗？
快点啊，再多来点人，忙着搬东西，快。这老师，白武生，韩队，赶紧帮忙，赶紧帮忙！你快拿着，实验所有危险了，我就不信搬到咱们这儿他没敢闯。那个江少尉抓住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审讯结果怎么样？还没到底呢。啊，哎，周斌呢？跑了，他的拼夫被人杀死的，用的是铅子，和杀的钱是我们的一样。这帮家伙今天也杀到研究所去了，我一看不对劲儿，我赶紧把刘小生搬咱们这儿去了。保证安全吧！来来，赶紧去帮忙！好，快！